这是你们的家吗？厉害呀！你也拿树懒当配饰？我也拿树懒当配饰。小姨说我骗了，我根本没有变啊。干他是原始部落的一个少年，又是一个美好的早上。小孩子的干很快长大了之后，他与瓜哥这一家的一起开始了另一种的冒险。皮带安全带模式，小牛牛，小牛牛，他跟小姨是有一段比较青涩啊，什么样的一种恋爱？你愿意和我一起共度每一个明天吗？可能人物性格上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那种贱兮兮的样子。戳你，戳你，戳你，是我先爱你的。也有一些他自己的不同的幽默的一个方式。好啦，老哥，先消消火。可能在十八九吧，然后我实际的年龄没差太多，大三岁吧，差不多。但我在里面呢也是会有一些想法，我自己的一种方式融入到盖这个角色里面。厉害厉害呀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因为可能英文的话很短，俩单词咱们这个得七八个字。小易你太没脑子了，他可能会没命的。所以相对去贴合那个画面，他们建墙是有理由的，墙外面到底是什么？好像不妙。这个电影里面一些元素比较全面，有一些紧张刺激的画面和桥段，有很多就关于爱情的一些部分，真的到里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。准备好了，动手吧。